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Pro VR， 我是 Special Campo。一样，我们今天一样再来，就是跟着我们的 AI 打，但是也是要换地图。OK， 换地图。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我们等一下会玩的如何。上次是这一张嘛，那这次我们换这张 Sand， 然后难易度也是要调正常 Play。OK。也像是石头模式，一开始进来就一个，厉害。OK， 我们走吧。这地图跟那个什么，很像那个那种沙漠的那种感觉。就非常小心，然后那是队友。哎呦，哦，直接爆头，直接爆头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随便乱扫，直接喷头啊！哦，后面有人，来，这边一个，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刚才那个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啊！我只是随便转身，然后就中头。那边两个。队友滚啊！哇，右边一个被偷了，被偷了！哦，狙击，帅啊！那边看可不可以狙到，是超难狙。有两个，我觉得拿狙击这样走真的很危险。因为狙击真的是，那种远距离的地方有没有？这两个，哇，干掉一个之后，然后我自己被杀掉，再来哦 ，MP5 这把枪是算蛮稳的啦，所以希望是没什么问题。好，我跟你走，不要给我闹鬼啊！哎，才刚讲不要闹鬼，后面一个人你不知道，白痴哦！队友这被杀死不是没有原因的啊，太低能了。你看，哦，那边两个，就先这个先干掉。练这么久，枪法应该也有所进步了。如果再雷的话，真的就是我的问题。小枪跟那个 MP5 一起，没用。这么一个，哦，有哦，有比一开始那个刚玩的时候明显进步。啊，血！我小枪丢掉了。哪里？散弹枪，远距离想打我，吃屎吧！我们捡一下散弹枪啊！没有上膛，靠！啊！忘记上膛啊！有没有搞错啊？该死的！太困了，这个。这么一个掩护队友，啊，混蛋！而且他们一直挡路，我根本就没办法开枪啊！不要他，吼！
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想要队友一起杀，我要队友一起杀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下次有队友在挡路啊，我不管，我直接一起杀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我的老天哪、啊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被那边的杀死，四个人呢、欸，又是狙，这边一个没打到，这轻狙我觉得应该一个人要打两发，出来啊，出来啊，要打两发，没错，出来，快，人呢？耶，干掉了。这么一个一样，一发都不会死人的这种技术，而且超难打。好，有关。哎、欸，哦哦哦哦哦，盲狙盲狙，哇耶，呜，赞了、啊。打头，哇，好帅啊，爆头啊，爽哦。哇，没子弹了。挂了，这边这个，哟呼，哦，这场狙顺哦，打头，哇，哇塞，帅呀、啊，叫我神狙啊，神枪手，还有吗？哎，这边一个，哇，瞄太久了，太远了，真的要瞄很久。上，我觉得这个单手真的单手也可以，我们试试看这把单手，这边一个，哇，单手直接爆头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快快快啊，没子弹，快，小象威力也太低了吧。啊 shit！ 该死了，再玩，再玩啊！哦，散弹枪终于，因为有敌人，先不要好了。散弹枪距离太远。哦，我这边搞，赢了，他们剩四个人，要把他们解决掉。快，我们去找，我们去找。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我觉得应该是队友挂点。哎、欸，哦，没有哎、欸。厉害！这边，哼，剪尾，散弹枪一发都不会死人的，除非你要打到头，不过有困难。剩几个啊？没了啊！剩我跟你啊！去死啊！OK， 那这场就结束了，手榴弹都没用到，因为真的用不到。砰！好，我们再打一场，我们再打一场。一样是 sand， 然后我们难度用最难好了，最难到底会有多难？我真的蛮好奇的。哦呦，这个真的最难，真的就不能开玩笑了。我们这最难要躲好，真的。那边一个，你看，小心一点。没死，差一点死。哦哦哦哦哦！哇，最难好像没多难嘛。哦，人，开玩笑，把我当什么？哎，有人吗？不然在躲什么？枪水是要戒，这水要戒备。这边，哇哇塞！我准备要开枪哎、欸，
哇，这个难度难真的不是没有，有一个来了，准备，快点偷袭，要偷袭，散弹枪快，准备好，哎 ，cover 一下 ，cover 一下，来喽，准备哦，人呢？快点看一下，没来，还有这边等老半天呢，走，我们去埋伏他，快走这里嘛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哎呦！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，哇，哎呀，哦，哎、欸，难度有难度，真的有难度，哦、鹰眼这个，我觉得会死的干惨，这个，那个先，可以把这个杀掉、哦，我记得鹰眼是三枪死一个吧，没打到，快拿出来啊，这么一个。对啊，三枪死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三。OK， 只撩到一发子弹就换弹夹，你看看我这个强迫症有多严重。这边，哪里？哇，爆头啊！这边。这没有双手拿，这个后坐力真的超大，所以一定要双手。那边，帅啦！你只要三发打得准，有没有？三发打得准，你的快点！啊！你在干什么？白痴队友！你没看到我在开枪哦？活该，他们都自己活该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哪里哪里哪里？哇哦，白痴真的，我在开枪直接走过去给我爆头，真是笨到可以。我们来试一点特技枪法，来，来，拿枪乱扫，这就是爽。哪里？打我干嘛？哦，后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特技枪法，胡乱扫射。哦哦哦哦哦，那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没中。OK， 后面我觉得应该有人了。果然没错，他们都喜欢来这一招。看这边有没有人。哇，这个游戏真的就是爽！等一下，抓痒一下，鼻子好啊！不要被我抓痒的时候出来呀、啊、！What the fuck！ 你的散弹枪我就收下了，怎么捡不起来？有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！手榴弹，手榴弹！哇呼！哇哇哇哇哇哇！不，啊，那个队，那两个队友在干什么？敌人队友，敌人队友，有一个从楼梯上面走上来了，还不知道。快点快点快点！没子弹没子弹。哦哦哦！快栓快栓快栓！躲一下躲一下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边躲一下。装子弹，不要有人出来哦！散弹枪装子弹的时候是最麻烦的，应该不会。OK， 这里哦，会躲人之类的哦。有，这边可以偷袭，这边可以偷袭。我听到脚步声了。哦，有一个一个，快点快点！嘿，对，一发都死不了，讨厌哎！手榴弹还在吗 ？OK，
快点趁现在没有人来叫。居有，刚才刚讲就有人来叫，我手榴弹丢到哪里去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那手榴弹不好丢。啊！我飞超远。不要不要闹闹不要闹！我在装子弹，我在装子弹。哦，没人。那这个游戏根本就是 CS:GO 啊，只是名字不一样。哦，那给我干死哦！超会吓人的这个。我们现在是玩难度是玩那个难嘛？好像其实也还好。没有人哦，看队友的钢盔飞出来。哎呦，距离太远打不死。这边这边这边。快快，那边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还有一个，他在干嘛？哎呦，好多！哦，队友解决了。啊 ！OK。啊 ，shit， 哪里？后面，被后面投了。来一把不一样的枪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能复活、哦。啊？我们输吗？哎、欸，好像输了哎、欸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哎、欸，真的输了，真的输了。对啊，跟那个什么、啊、高手玩就有差别。你看，我们输了。OK， 我们全死了，我们输了，杀二十，死十九。你看，哎，杀二十，十五，还好啦，还好，不会说很惨啊。KD， 这个是 G 还是六 ？G 吗？还是六？还是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后面是 G 还是六？应该是 G 吧 ？G 是助攻嘛？我不知道，应该 assess， 应该是助攻吧。全部都啊！我现在是死掉，不然我早就可以拆他们弹夹。我现在拆他们弹夹，没办法。好啦，今天这个破 VR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希望各位喜欢。那杨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帮我赞，如果是新来的观众，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。那我们就在下一章的破 VR 再见喽，拜拜。